啊，无那为的不是安那封甲安尼，是要安那吃？不是讲尽量不要吃吗？什么封甲安尼？不是大家防疫安尼封甲穿甲一身躯，敢会当吃啊？即摆敢也会使吃嘛？即摆应该会使吃啊？应该还是有啊。如果没有，他要扣钱啊。反正来订票就来付了。以前那防疫，以前那防疫飞机是不能吃呢。进前防疫期间是不能吃呢。啊。现在高铁可以吃的啊。连高铁是高铁，飞机不一样啊。连厕所都不要用呢。你看进前那在外国要回来，还包尿布呢。这个我不知道。所以你早餐还是没有了，没有特别写啊。他这次买票的时候他没有。早餐还是不要吃太多啦。那你再炸鸡也袂袂使吼，吃得可以啊，吃得可以。吃了不要有肉了，不要有肉啊，嗯，简单的饼干的可以，饼干面包了，啊，炸简单的饼干了，真的很饿了，吃一两口的。你住的地方是那个东京哦，市区吗？哎，啊，还有附早餐不？那个我记得没有，没有，你不要闹，你不来改的哦。便利商店。日本的便利商店很烂，那只能这样啊！日本又没有美而美，还没有早餐店啊！日本没有早餐店，不过早餐店较少啦，伊种也是传统啊，伊种类似传统的，我去看。那种星巴克那种，或者是麦当劳那种。无啊，有专门咧卖面卖饭的，迄套餐是真少。我等去大遐，迄条有一间啊。很少。嘿，啊，主动贩卖。啊，你大遐不是饭店，为什么没有早餐？我订的没有付啊。他看有付没付，你可以选啊。哦，价位不一样啊。忘应该是没有付啦，我记得没有。啊，你讲咱台湾那厂商那边去跟你订，真侪跟你订这间吗？几个？啊，有的后来有换啦，因为他那个都能够前三天取消都是免费的，所以他们有的人都先订而已。啊，有大部分都是跟你一样今天要去吗？没有，都不一样。昨天就去了。没有，一个前天，礼拜天啊，那礼拜二嘛。有星期七头的饭。前天啊，然后两个明天，那有的二三，有的二四，都不一样。哦。啊，一个最早就是前天就去了。最早十四号就去了。14。啊，你今天去是没事嘛？哈。什么没事？没去，今天还不用去做什么嘛？跟他。老板还硬要叫我三点要，我跟他说三点。你哪谁家了？你哪无飞机啊？我快事到了，你底下去干红事的哟。你行下来提点那个点，因为你下午三点了。我说三点，我在坐车一定没办法。然后他就说，那你就耳机戴着，用手机用听。安尼嘛，硬要硬咩咩咩，硬要硬咩，要跟你讲话就对了。没有。